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阿Munika Sari。你几多岁啊？22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，一个仔2岁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印尼做嘢入面。你喺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三个人，有先生。先生弟弟，同一个仔。我同一个仔，6岁。你每日做啲乜嘢嘢啊？正工正屋企，洗衫、冲衫、洗餸、买餸。系，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你识唔识得凑 B B 啊？识。你点样照顾 B B 啊？帮照顾重量，俾佢食奶，帮佢换尿片。OK， 好，唔该晒你，多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